好的，这个，monochrome 哈，这个 MONO 了哈，mono，反正你就选择黑白就可以了。好，如果你没有选的话，它就是彩色输出，然后彩色输出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设定。那完成设定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接下来就按一个预览，这边有个预览，有没有？你就预览按下去，看一下大概的结果。好，不要急着输出，不然一输出呢，如果不是我们要的话呢，那这个地方就还在做修改。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？这时候就输出了，输出的话，最后看到大概类似像这样。那你可以做一个缩放，好，可以放大缩小这地方，有没有？可以稍微放大一点点，缩小哈。透过这个放大镜这地方可以做缩放，好，那如果没有问题，你就可以把它印出去。那怎么印呢？这地方特别注意哦，在它的这个预览的哈左上角的地方，会有个印表机的图示。这印表机的图示呢，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印出列印的这个按钮，这个就是列印出去，按点下去就可以了。点下去之后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哦，因为我们不是真的有个印表机，而是印出去要变成一个 PDF 的档案，所以呢你要告诉他说这个档案要放哪里，所以你特别注意就把它怎么样放在你的随身碟或者。我们测试的话用在桌面好了哦。那这个档案的话呢，我们就是，比如说给今天的日期哈，2009年6月10号，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就是，比如说，出图测试好了哈，就输入一个叫出图测试，好这样子，那后面加一个01好了哈，就是第一次测试。